我走了，留下来。我这么想也是错的吗？ 你该不会跟他们一样，都有另一张脸吧？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跟你说，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。你真的要走？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离开我？ 爸爸妈妈离开我，奶奶离开我，老大去做了，阿志哥也去做了，为什么现在你也要走？可是我已经答应人家要去了。不然你告诉我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问我。 俊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搬到你家来住。啊？你为什么要搬来我家？那天是你要我留下来的吧？是这样讲没错啦。可是我说的留下来，又不是这种留下来。你知道，因为你那句留下来，我放弃了所有事情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辞职啦。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没有收入又无家可归的可怜虫，所以你要负责。等一下，那你的家人嘞？像我们这种在危险中度过每一天的人，哪还有什么家人？我到哪里都是一个人，所以就收留我吧。可是，你想想，我能帮你分担房租。 还能帮你包办一切的家务事，而且我手艺这么好，还能帮你准备三餐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好像是哎。饿了吧？我弄点东西给你吃。其实这些我也会做啦，你不必一个人全部都扛下来。家事就是要跟家人一起做才叫做家事啊。 对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一起做家事。以后你一三五，我二四六加日。我饿了，可不可以吃？
啊，紧张吗？一点点。啊，再等我一下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啊啊，就快好了。好，来吧。你在研究这个啊？没有了，看到没用。我比较有用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啊，我们没关窗嘞。你要干什么了？这样，别人就看不到了。你要干嘛？我把你吃掉。不要！你不要乱动嘛。哎呀！刚看书上不是这样写的吗？你慢一点了，不要那么猴急嘛。你这么怕痒哦？哎呀！我来啦！换我来啦！不要！老爷，让你小力一点，不要动！嘿嘿。魏先，你的胃是怎么做的？这不算什么，反正我吃不胖。吃这么多还不会胖，浪费食物。吃不完那才是浪费食物吧？嗯呢。你不试试看吗？我对我自己的手艺有绝对的自信。我是说阿费电话号码，你不打打看？你不说要关机？你不是怕我骗你？手机。你确认一下，这样我才能吃得安心。有没有人说你是怪咖、啊？你才是吧，莫名其妙把我抓来这里拷问。我哪有拷问你啊？你关了我一个晚上哎、欸，这样也算？当然啊，妨碍自由哎、欸，根据刑法第296条。你干什么、啊？有事要做，还不赶紧准备？啊，我的面，哦，好可惜哦。我才没吃几口哎。下回补你。好啊。你做的真的很好吃哎。我还有事情要忙，今天先放你回去，改天再去找你。我真的可以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，去找你哦。放我下来，阿飞，救我！阿飞救我！阿飞救我！放我下来啊！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我没戴安全帽会被警察抓了。为了你，我甘愿被抓。他们什么时候走在一起的？不知道。小个子，你放开我！道子，听我说，你不要碰我，我不想被你利用。赵立安，听我说话。过去的一切，我就不解释了。我承认这段时间对你说的话有真有假。但我没有一句话是为了利用你，没有一句，懂吗？
我从来没有利用你，从来没有。我怎么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？我要怎么相信你？曾经我最相信的长官，最相信的前辈，现在都不能信任了。你要我相信什么？你可以相信你的心。你问问你的心，你还愿意相信我吗？你可以什么都不信，但是只有这两句话，你必须相信。我喜欢你，还有，我是为你留下来的。这两句话，你给我牢牢记在心里。小个子，一开始被你吸引，只是好奇，怎么有人这么傻，这么天真，又这么好色。我哪有？有，你有，你还摸我，这边，那是你要我摸的。我不管，总之我就是被你吸引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头一次这么在意一个人，担心你没有我，三餐要吃什么，担心没有我等门，回来会寂寞。这也是我头一次这么舍不得一个人，所以当你要我留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决定留下来，因为我不想离开你。如果你还是不信，还是要我走，我会走。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很可能会一辈子都见不到我。你吓我的，是不是？我说真的。所以，要我走，还是要我留？一句话我绝不啰嗦。我走了，留下来。拉面跟寿司。嗨，嗨。我今天可能不能请你嘞。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又让你自己一个人吃饭。我的便当吗？我太难过了，这么多天不见，你居然不关心我。只关心便当。我知道你过得很好，不用问。你又知道，你是那种到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的人。没有。想吃可以，那你先透露一下孟少飞在哪里。原来是唐毅交代你才来的、哦，不是帮我送便当的吗？老板没有这样说，我只是帮他一个忙。但便当是我精心帮你准备的，满满一盒爱的表现。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么北兰话你也讲出来，还爱的表现，恶心死了你，白痴！哎、欸，我告诉你，生命太短暂，如果想说什么却不说，下一秒被仇家干掉的话，会很遗憾。有人要干掉你哦？你担心我？不行吗？我答应你，在得到你答复之前。我也好好活下去。那我还是先不要给你答复好了。你就这么希望我长命百岁啊，小个子？我才没有嘞。哪没有？一直不给我答复，不就是一直希望我努力活下去的意思吗？小个子，其实你喜欢我。屁啦！警官，你要装哪里？装这里就好，然后梯子放这里。
哎、欸，你干什么、啊？不是啊，我想看一下你怎么练的。哇，六块肌耶！哎、欸，你干什么、啊？哇，胖子。嗨 ，Jack， 你来了。对啊，我来装监视器了。让警察碰我安警系统比较好啊。我待会再检查一遍，不用担心。是讨厌这些条子。我头顶上有根感应天线，只要他们一靠近，我就全身痒。那他刚摸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痒？我拳头超痒，受不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这边的男人真的很小气耶，看几下肌肉也不愿意。你不只看，还动手动脚哎。都是男人，摸几下又怎么啦？你肌肉控啊？没那么严重啦，只是我不管怎么练都软趴趴的，硬不起来。大家都笑我是白斩鸡耶。收。啊？哇，一毛，你有哎。看不出来哎，哎，你不会是传说中的那种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类型吧？有机会，你自己检查看看呢、啊。真的，到时候不能因为害羞找理由推脱。我是怕你害羞。哦，又不是没看过男人脱衣服，怎么会害羞？以前读警大的时候，还看过光屁股的嘞。当刑警挺危险的。你怎么会选择做这一行？因为读警大不用学费啊，而且还有生活津贴。我奶奶养我很辛苦哎，投资我那么久，应该早点获利才能回本啊。只可惜在我大二那年，她就走了，来不及获利就了结了。你奶奶一定觉得自己亏大了。哎，我也是这么觉得哎。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讲话的人哎，那第一个是谁？阿飞啊。我奶奶走的时候，我哭得很伤心。阿飞突然跟我讲了这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笑了。好了。这顶高度摔不死人好吗？干嘛？你不会现在想要检查吧？你怎么练的、啊？你在干嘛？左总，左红叶。你是谁啊？怎么没看过你？我叫赵立安，大家都叫我赵子，深山队的。又一个警察。赵先生是莫警官的朋友，特地请来加强安检系统的。老板同意的。那老板有同意你们俩在游泳池抱在一起吗？